个鱼很好吃，然后我去我先礼拜天。好，我们姐姐，你这样，你这样。兄弟，还要红啊？对吗？冷气啦，还好天气太凉，少淋点。冷气啦，我怕冻的。哦。冷气啦，你家有冷气？冷气啊，我怕冻的。冷气啊，我怕冻的。哈哈哈哈哈。我那个双都补了。我一点没过电，然后一点也脏。我充了过电，弄掉了。这个有冷气啊，有啊。有啊，那边有开冷气啊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有冷气，还够睡觉不下。马丁，你们好，开了。来，坐进去。开了，开了。那个服务员，那盘给他，那盘少一个。他没这一份呐，你前面这一份呐，放上来了。等一下，替我想一下，今天晚上吃那个那个乌宴嘛，因为风扇接下来不在煮的话，好，谢谢了，谢谢。我叫他们吃好端上来直接吃。今晚上有啤酒鱼，什么是啤酒鱼？等一下啤酒打开倒在这里面，吃一口鱼喝一口啤酒，吃口鱼喝口啤酒，啤酒鱼啊。真的？没有啦，对，不是加大量的啤酒在做的那啤酒。骗你的啦。今天我们鱿鱼浆12点钟停止售票，我也不知道明天什么状况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宁愿辛苦一点，赶早不赶晚。如果明天早上我们早点出发，吃完完了下午，我们找时间坐到饭店休息一下，再出来逛街，这样好不好？所以就早一点出发，没问题。没有。明天早上我们开车的时间。五点。没有啊，这么早下车。今天早上，我们七点开车，那个7:10好了，因为早餐6:30才开，给你们40分钟去早餐，7:10开车，那较早，你们通常早饭行李不用拿出来，连续住2个晚上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们较早，然后我们讲早餐6:30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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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一样啊，一样啊，鱼你就没办法了，鱼是吧啤酒鱼行吗？我们啤酒鱼没事吧？少的不行，啤酒味喝过吗？喝过吗？喝过吗？金针菇啊，你看我问他一下，我想要吃点东西。我觉得我比较会一样的，比较好的。我们家那么大的。